阳光明媚、秋高气爽的美好季节，我们又迎来了一批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青年。三哥，我们俩是在高考补习班认识的，然后就考上了。后来他考上了，还没考上。你怎么来了？你给我出来一下，能帮帮忙吗？看什么呢？别挑眉解释了。是啊，你来了。谢谢，那丫头也教你了。不是说和你高考大学就不一样了吗？你还干啥？背上了。我去。哎哎，跑什么呀？跑去。你不能来看看他吗？俺现在准备来这个城市打工了。俺不可能再跟你有傻瓜哥了。加油！不得往高处走吗？要打城市打工。往高处走嘛，谁愿永远活在那个小县城里知道老死。我土木工程的，我刚好是你师哥，我大你一届，不过我们一块儿毕业，你读四年，我读五年。这是我的名片，我叫张开。张开？哎哎，对对。你哪张开啊？都得请你师哥。我哪儿都能张开。快赶紧吧。你好，我叫徐开阳。安。我在你这里有个消防地方名片。我没张呀，干活。哎，我来，这种活呢。学校没一个正经。调查一下，小北。漏网之鱼啊！小北，你出来一下。这厮谁呀？眼疾手快的呀！小北，你放心，这次我肯定不八卦你的事儿。我也不怕同学知道，我姐辛苦挣钱供我上学，有什么好虚荣的？袁家路。那你好好看。他的名字有点奇怪。我走了。嗯，叫阮管，是 B 族同胞，旁边那个是他恩爱的小男友。他俩高中时候就好上了，是不是给你丢人了？是彼此的初恋，现在天各一方。怎么好丢脸？他小男友把他送到这儿，他又送他小男友去了。不愿意让别人看出我们，而且他俩还都特喜欢思维。我叫黎薇娟。喂，你郑薇吧？是我啊。另外，昨天我一来，发现咱们宿舍你怎么来了？一个帅哥呢。哼，你应该上国安大学吗？咱们宿舍美女如云呀。那我现在过去。李姑娘。你又给人播报什么呢？哎，等会儿。哎呀，我在感慨，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以后这人再送花，你就别送了，自己弄吧。另外，我宣布一下，我有洁癖，以后无论是你们还是你们带同学，都不要坐我的床。Standing beside me. 哦，怎么了 ？And she asked, "Hey, Miss Say, you joining on?" 住什么住？我在苏小北，我被男生宿舍找。我在郑薇，就得了。请多多关照。Listen.别给我机会行不行啊？
过走廊，突然经过野兽出没的丛林。所以每次都活下来了。你要原谅我。大学生活太灵活了，太浪漫。Stronger。宝贵的青春。你塌下来有更高的地方。既往不咎，下不为例。Each other。不是怎么了你？快起来，周伟！哎，周伟！哎，周伟！我可真，我真没怎么着的。二，这回咱俩真拉倒。没有吗？哎，周伟！快起来，你！哇！你为什么不打对儿啊？你为什么不打对儿啊？你打一个，来来来，我给你接上啊！来，你也接，留我一张，留我留我接。来来来来来，嗯，快快快快，我给你，我给你。就是我说就是你吓人，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你看什么？跟张哥不跟我喝呀？你不一直都很讨厌我吗？张哥是看上了喝呀，因为是我们家的。那叫雌雄同体。我其实不是讨厌你，我是嫉妒你。你饶了我吧，你比我招人。算了，别走人啊！我要是招人，我喜欢的人就不会无缘无故的把我给甩。没有，没有。现在他突然就走了，说都没说一声。It seems like yesterday, she first caught my eyes. Her fair skin and her sweet smile. 干嘛要出去啊？ Since then, all day, she has been on my mind. And everything about her. 外表看起来挺 I look contemporary, but she prefers family. I like my popcorn sweet. But she'll just can't go without chips. 你不是问我该怎么办吗？ The hobbies and my interest match. 这种时候我也不知道。干嘛？No worries and my burden to life. All my insecurities and all my inadequacies. 我就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深更半夜在男人宿舍厮混打。你有没有见过？喝多了可不好。The day I found that she is the magic jigsaw piece. 你要做这么丢脸事也可以。从小就立志长大要嫁给我。It's friendship that has caught fire. 对了。这五岁可愁死我了！我小学，他初中，我高中，他大学，现在我终于住到这个城市了，还以为就知道你这种人，你们两家是世交啊！做什么都朝三暮四，他妈妈心灵手巧，注定一事无成。他爸爸吃苦渊博，我几乎是在他们家长大的，他是我们家学院里所有孩子的幸福粉。男生恨自己不如他，女生恨他不爱自己，可他却对我情有独钟。林静，林静，我考上了，我可以到你在的那个城市上大学了。啊，何同志叔。我可不喝太多。你以为你不喝你就正经啊？哎，我不在的时候没人坐我床吧？坐了。别骗我了，没褶子。抓呗！啊，你能不能把头发留长一点啊？每次看你我都特惊慌。你是想男人想疯了吧你？这屋里边就我一个没男朋友，你们敢不敢坦白一下？我有，我坦白。我一直暗恋一个男生，可他都没正眼看过我。我没恋呢，就失恋了。你的理想夫婿是什么样的？
我可没有私心砸你，我只要好好学习，事业有成。你真应该被选成我们学校的吉祥物。你少说风凉话。我从一个小县城考到这儿都不容易啊，为了对得起我的艰苦，我可要代价而沽。阮管，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的理想啊，我没什么远大的理想，不求最好，只求安逸。我最大的理想就是青春不朽。都是我的，我也是。对不起，我可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来，我们青春不朽，干杯！教育改革不断进步，教学质量逐年提高，成为全国理工类大学中的佼佼者，为国家培养了专业化、高素质的优秀人才。你真不打算再找林静？要不要问问他父母？学校每个地方都有。他不是个草率的人，他对我肯定有他的理由吧？一个林静倒了下去，就有千千万万个林静站起来的。咱们学校缺什么都不缺男的，从今往后当个采花大盗。让天上的雷劈死我吧！我可能错过了当校长女婿的机会。是啊，你错过校长豪门的机会。再张开，他说他哪都能张开。从开学到现在也不联系，会一直跟我好下去。你们这是什么社团呀？为什么不敢保证？连个标志都没有啊！除非现在我已经80岁了，当然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围棋社，一路走过来就没见过你们这么艰苦。我还真没打算在大学期间水不在深，我不是不知道子女对我的意思。我们不整那些形式，我们要的是内涵。你看看这，你对我来说是个艺术。哎，你别回头啊！那个郑姑娘光临寒舍，真是如沐春风啊！蜜罐长大的，嘴不甜。是是是，无忧无生无气。你说的，不准生气。那我就靠。关小姐，来，看新货吗？我给你看啊。你骗人！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了啊！我以为我就够邋遢，跟你们比，我简直是卫生楷模。这叫明士风度，不拘小节。我不会太可爱了。呀妈的！自己做什么的？这石送给我的，这么干净啊！太变态了！就是想把它带在身边，睹物思人。哎，对了，不过他那有我可爱呀，更重口味的。给我爹呢，该拿了，少女立马走人。嗯，我还让隔壁宿舍给接走了。那么我就给你取去，你等着。你快点啊！你快点啊！你好，阿成。嗯。从我们好了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很害怕。我总是怕你突然就不见了。你答应我。你干嘛？怕我没有足够的勇气一直等你。再找不到你一次了。要不是站在你这里，我不只要推给人怎么能够留恋恋。有本事你留下你的大名。那你听清楚，我叫陈教授。如果把你，我管你是正是歪，马上给我道歉。只要一天，你就会懂的。你说，跟你在一起，你为什么推我？亏你还是个男的，居然推倒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爱这是变态什么？啊 ！On the first day of college。You know, people tell you that college is a time for romance and adventure, and I just wanted it to be true. So I walked in on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and that's when I saw him. Boy, did I see him. He was tall, even when he was sitting down. He had eyes the color of kindness, and all I wanted to do was to be with him. They say that love at first sight is a myth. I believed it until I saw him that day.And then I knew, like I've never known anything before, they were wrong. So I went up to him, my heart was heavy in my ears. And I said, hi, what's your name? And so, we became friends. But what I realized, as the days went by, what I should have known from the beginning, he was never meant for me. He was never meant for me. And I broke
这个东西虽然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在我看来 ，It is strange how fate works. Because after he walked out, someone else came in. Someone who had been t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Someone who, when I talk to him, my world opened up. He knows me to the core of my being, and he never judges me. And I know him. His love, his fears, his dreams, and I can see the man he's becoming.Is this going to be a love story? No, well, I couldn't tell you, but you're right. My story is writing itself even as I speak. But what I do know is that what we have together is something so precious, so unique, that I will treasur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You can love me. My name is Tan. Why have you said that? What i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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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这不正在调查解决吗？我会听证处理的。他们当然要向你道歉，你也要赔偿别人的损失。我为什么要赔偿他们呀？谁可怜他？你还想把事情闹大呀？你不要得理不饶人。人家为我们乐呢。麻烦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想，很多人喜欢陪你，但是别来烦我。没有你那么多无聊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条件像你一样把一碗饭随便的浪费掉。想真的不定你，真的去打饭吧。不好意思啊，没有鱿鱼，要不你重新打饭吧。好啊，那是什么时候还有新场景？真的吗？不干嘛？你不是我亲。怎么了？对。你们在干嘛？我真想不通你们怎么会跟这种。猜猜。意面小飞龙吃醋了。我才没有呢，懒得管你们。笨女人，她也来中间应聘，正好碰见。陈耀正，我讨厌。我们毕业试验在一组，现在准备阶段，有些问题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争辩几句吧。我们招男生，不招女生。暴力，不招就不招吧。哎，到底谁惹你了？他不错是吧？是不错。怎么？他是你的小女朋友？对啊，我们都觉得他很好，简直跟你拼命去。所以我跟您看人的眼光相似啊。不会又是那什么？这倒也是。听说你们大企业都担心人才流失，陈校长，陈校长，你们老提这个干嘛？留人都不管用，
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让人才双职工化，每天替他无数遍也是你好。然后就让我们俩都成为你们的双职工吧。没有，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心尽力的为企业奉献我们全部的青春和热血。真看上那陈耀正了？你胡说！哎，怎么看得出来那个人渣？是魔鬼！我现在就带你去。真的？听我说完嘛。算你有良心。我后来想了想，才20块钱一张呢。你带学生证了吗？那是不错。没带。那有什么用？不去了。我们学校帅哥资源丰富，就是200块钱位置，不是特别突出的。就算他成绩好，可是等到他请出道来，也许黄花菜都凉了。哎，我可听说，加进来。我男朋友。郎情妾意，没捅过电脑纸的男女。我要是能亲自摸一下海豚就好了。你的叫曾玉，董白同学，是咱们曾副院长的千金。哎呀，那你不是把千金给得罪了吗？以后还不得吃不了兜着走啊？停停停，别说了，老提那个人家事儿干嘛？现在收听的是午夜情话节目。爱情真的就像一杯咖啡，有苦有甜，却又芳香四溢。好的，下面让我们有请导播再接听你的热线电话。喂，你好，阿珍姐姐，我想知道你刚才跟驯兽师说了什么，他答应我们海豚的一个秘密。现在评委们正在进行紧张的分数统计，在结果出来之前，有没有哪位同学想上台表演的节目？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有请曾副院长演唱一首《北国之春》。爸，我要表演。姐姐，话不要说的那么快嘛，我举手你都没看见。别许你，别冲动，我们想唱就去校门口的 KTV 唱啊。不要。郑薇，不是问谁要表演节目吗？我想唱歌。小姑娘勇气可嘉呀！你要唱什么歌？红月。小伙子，您传记公司是怎么服务的？我们给去世的人写传记。您说，多数人一辈子默默无闻，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亲人多遗憾呀。其实，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动人的传记，是值得后人永远去怀念，对吧？就像我们这上这广告词写的：“天空没有痕迹，但鸟儿已经飞过。”我老伴去世前挺坎坷的，我就是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收费的。啊，8万字以下不出版的是10000，8万字以上出版的是3万块钱。那我考虑考虑吧。啊，那上有电话哈，我考虑完了，我给你打车哈。你写传记。请问黎薇娟是住这屋吗？嗯，她上课去了。哦，俺是她的同学，俺能不能坐这儿等她一会儿？你进来吧，那是她床。
哦，你别坐太床，他有洁癖。成功的时代，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人想知道你的成功经验是什么。成功这个词儿挺害人的。我曾经以为我从小到大的道路都精确无比。你哪个学院的呀？不能有一厘米的差值。俺连考了三年都没考上。跟我现在的成功是差值毫米之间。是在高考补习班认识的，不要就考上了。后来他考上，俺没考上。你怎么来了？因为我现在的成功是我用做人的失败换来的，得不偿失。是啊，你来了。有大牌的 A 货。对啊，我也教你了。我想来双皮鞋，来个包。那你可就来对地方了。不是说过你考不上大学就不跟你好了吗？你还跑来干啥？那你不能来看看你吗？慢慢努力，慢慢努力。俺现在准备来。这都是谁呀、啊？我的同学啊！哎呦，老张，俺不可能跟你有啥关系。小点，江哥，小点，江哥，太装了。这不带我往高处走吗？哎呀，到大城市打工。小女孩，是不是让往高处走吗？景儿。是一个永远活在那个小县城里，直到老死。就别了，爸。啊？那小胖比我还色呢。媳妇儿在这儿呢。那薇薇呢？啊，她应该马上就到了。真高兴，我头一回长这么大过生日，头一回这么多同学住。那多年请你吃顿饭吧。尤其还有这俩，许久未见，风韵犹存呐。工作卓越。知道有个小饭铺，我默默耕耘。开了一家管公司，又在这儿发了。文化水平够高的，要不怎么在首席公管上任呢？老张，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别整天吊儿郎当的，赶紧娶个老婆吧。哪个老婆要是跟了我？我和一同学刚好经过这儿，天物，真是太巧了。俗话说得好，见识我姐包子男人，我来帮他忙。一旦是你们进来尝尝吧。谁还看得上野草啊？我们还有别的事，是不是？改天再来吧。这小胖应该深有体会。哎，对了，那个今天我还给大家邀请了一个重量级的神秘嘉宾，是陈尚正吧？小北，哟，小北，你出来一下。我最近听说他从美国回来，现在是一个著名设计师了。你放心，他在美国和一个女人结婚又离了，我也不怕同学知道。混血女儿，我这么漂亮了，上学，他博客有什么好虚荣的？那你好好干活吧，我走了。嗯。姐是不是给你丢人了？哎，姐，有什么好丢脸的？没跟别人说是不愿意让别人同情我吗？喂，是我啊。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刚开学吗？啊，好，好，好，那我现在过去。哎，钢管，你的花。我不要了，以后这人再送花，你就别送了，自己留着吧。你怎么了？你怎么不打声招呼就来了？住什么招待所呀？我给你男生宿舍找个空铺不就得了？你看我给你织的这可笑啊！你看，连你也抽起烟来了。人生真是讽刺，就可以为了一个人，竟然真的会变成自己曾经最反感的样子。是啊，我现在的样子，我真的不知道，连我自己都反感。你哭什么？其实我是个残疾人。出什么事儿了？你太谦虚了。你已经有点出息行吗？你一定要原谅我，我爱你。你当然应该恨我。好好，你先说什么事吧。天塌下来有够高的顶着呢。我不恨你，我让一个女同学怀孕了。你可以认为我是个唯利是图的人，连我的婚姻都是功利的。像是有一天大家在一起喝酒，大家都喝多了，如果我还曾经他就一个劲的哭，我看他可怜，我去安慰他。我知道你是无辜的爱过，好了，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稀里糊涂的甚至觉得自己是个爬行动物。就那一次，真的。最后你在一起的时候，昨天他突然告诉我，去这里行走。她怀孕了。那他打算怎么办？我曾经以为没有你的爱会死。你打算呢？其实爱情是死不了人的。我不知道他怎么打算的。你告诉我，陈校长，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就吓坏了，我就马上跑来找你了。我可以不爱你了。现在我们对于彼此都是无用之物。你可以走了。二，老张。哎，阮姑娘。我来找你。有何贵干？老张，我遇到点难事，借我点钱。这不是为了重拾旧情。没有，就帮我想办法。放心，什么都没有。我来找你，是为了要重新爱你。谁也别想阻挡我获得新生。不用管了。我挺服你的。如果换成是我，我早崩溃了。事到临头，崩溃有什么用？我不知道怎么能弥补对你的伤害。如果有办法的话，要杀要剐由你处置。你又何尝没受伤害呢？我活该。那天喝多了酒。刚才我喝了点酒，我很伤心，被你电话吓了一跳。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男生这不对我感兴趣过，衣服都没换就跑过来了。借酒消愁，是张世勇的善良伤害了我们俩。林静，你爸爸，我希望你不要记恨他。他们爱得起，我一点都不恨他。如果牺牲掉我的感情，能够成全他们，因为那是我的第一次，毫不吝惜。我认识你17年了。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亲近的人，我们做不成亲人，做不成亲人就必须恩断义绝。在吗？准备手术。你要是能有一点胸怀，给我一个问候，我们都不会成为今天的样子。我去了，林静，你忍着点。赵世勇他配不上你。先把门垫上，以后我们好。既往不咎，下不为例。无论什么样的女人，一旦穿上婚纱，都会变得让人心动啊。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你猜是谁打的？赵世勇吧。他听说我快结婚了，是从别人那里打听到我的手机号码。打这电话什么意思啊？所谓的乐队要来北京开演唱会了。你知道大学那会儿我们俩对这个乐队有多着魔？没有啊，我看好了啊。他想请我在我结婚前去听他们的演唱会。哇，你为什么不打队啊？你为什么不打队啊？一个，来来来，我给你接上啊。来，你也贴。那有劲。来，我给你贴。三次我打。但是我也没有想怎么样。我原以为我已经忘了他。一会儿我说就是你想想什么？你看什么？可是在我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文章哥不跟我哥呀？三哥是看上什么哥呀？会跳？因为是我们家的，不是因为那叫雌雄同体，我就能死心塌地过以后的生活了。豆浆。你明白吗？没有。没有。干嘛要出去啊？
之间的思绪跟你无关。 究竟是不是你的？你说谁不是你的？你是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子深更半夜在男人宿舍厮混打牌，你有没有自尊？关你什么事儿啊？我想干嘛就干嘛。 我跟你什么关系啊？你要做这么丢脸的事也可以，不过你别老对别人说你什么我。我什么你了？我不跟你玩了，就算我以前什么你，我现在也不什么你了。你给我滚远点！我就知道你这种人，做什么都朝三暮四，最注定一事无成。你就像粪坑里的石头一样，你要我怎么成啊？世界最蠢的人。 我整个里憋得住这么丢脸事了。每一个小男人使你太不值。小文娃，我跟你是我的男人。但是，你够丢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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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够丢
Stone pole. I usually just stand there. Eyes of the floor. And wait. And each time without fail, he will come. As time passes, we were both getting un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Perhaps we wanted to be friend distance and just let time slip through. Sometimes I would even joke, if you were a girl, we wouldn't have any problem. We're going to have a talk next week. Yes, yes. We will probably clear the air. But will we go back to what we once were? The first time I met him, he was nothing much. Just like any other guy. Hi, my name is Dubai. And we pass it. So 2 days, 3 days, 4 days, 5 days went past. I saw him again, and we said hi. We compared our tables and realized they were the same. So we took the same module, and in class, I was always the attentive one, listening to everything that's been said. And he was always sleeping, and I had to wake him up. So 2 days, 3 days, 5 days went past. We grew closer, and our love blossomed. The first year of our relationship was smooth. The second year was smooth too. Except a bit rocky towards the end. The third, you know, he was the same throughout all 3 years. Me? For the first year, 教育改造，锻炼提高，成为全国理工类大学中的佼佼者，为国家培养了专业化、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对了，那个学校北看什么？刚才我们路过那个，校边买房。我的师妹。And shocked him away and avoided him, but he persisted. So, 你们后悔过吧？你可是错过了当校长的机会。你不会错过加入黄花学院？你为什么不敢保证？除非现在我已经八十岁，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爸，说实话，我还是没打算在大学期间谈恋爱。我不是不知道曾玉对我的意思。 The first time I saw him, he was nothing much. Just like any other guys I see. Hi, my name is Bai. And we parted. So 2 days, 3 days, 4 days, 5 days went past. I saw him again,
and we said hi. 祝福。We compared our timetables and realized it's the same. So we took the same modules, and in class, I'm always the attentive one. Whereas he, he's always sleeping, and I have to wake him up all the time. So 2 days, 3 days, 4 days, 5 days went past. Soon, we became closer.你知不知道一个小小的差错有可能让你那么大吗 The first year of our relationship went smoothly. The second year was smooth, just a little bit rocky towards the end. And the third, chaotic. He remained the same for all 3 years. 你不上课吗小题大做。And me, 你知不知道病人需要静养 The first year, I was as good as I could be. 天天来对我是一种刺激。A bit rocky. 人生是一种只能坚持的刺激。如果你这样做我I really wanted to escape this relationship and sever all ties by dancing with anyone else I see. He watched and said,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Stop it right now. I shut him off. I tried to avoid him. He came even closer. So 2 days, 3 days, 4 days, 5 days. I didn't want to hurt him.So I decided to patch things up. He let the past be the past. But on one condition. 我煲了骨头汤补钙的，我给你盛一碗吧。来，答应给你吃的，喜欢吗？喜欢，谢谢软软。不客气，我先给你包起来啊。嗯，你可以找你的姐来。就当我是阁楼上那个淑女人，太破费了，我都快哭了。借我穿两件。行，没问题。呀，谢谢小北。一天前一阵，现在也没钱。我写了首诗，别听。谢谢罗正。我找到我爱的人，兄弟。看看呗。我们必须分手，不要再拿死来威胁。哇。用是你自己的。这个有点太贵重了吧？礼物都是情谊，贵不贵重，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呀，没事。你要真觉得贵重呢，不如……爱情就像一条河，你也送我一样礼物吧。可我不知道送你什么呀。我们都是瞎子，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呢？就送这个吧。徐公子的西方礼仪学得十足啊。这个纹面里让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同学都吓了一跳啊！就是的，就是吓一跳。拍我后面，阿珍啊，我亲一个，你不能挑理啊！哎呀，偷偷拍的，交钱。这样吧，我们去上卡拉 OK 吧，我请客。哎，好，好，就这么定了。换衣服，收拾东西啊！停一停，卡拉 OK， 收拾什么？卡拉 OK， 快三哥。不好意思啊，我论文没写完，不过你们去玩吧，我先回去了。玩得开心点。阿正，哎，先走了。开阳，谢谢你，你的心意我收下了。这礼物太贵重了，林静，收。就当刚才那个朋友见着我，世界是一个值得你爱的生日礼物吧。他可以为爱以死相拼，片甲不留。我们应该惭愧，我们都爱自己。胜过爱爱情。阿正，你怎么了？你怎么？现在我知道。过来干嘛？其实你之前。其实爱一个人，应该像爱祖国。少男主角走了，女主角都是要追上来的呀。河流。阿正，你是不是好好爱他吧？是不是？他是一个被你忽视的花园。你说的，不准生气。那我们。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觉得学习是件太可爱了？是，是因为你们没有掌握从学习中获得快乐的方法。我发明的是送给我的，就是为了让学习变得一件快乐的事，让所有的孩子们变得可爱呀。这个流云。越看越像成为唐班的朱小姐。哎，你这是读的私人吧？你是想想真的。停，让我做测验，现在开始。We compared our timetables and realized it's the same. So
we took the same module, and in class, I'm always the attentive one. Where's he? 刘老师，你好。He is always sleeping. 你好，有什么事吗？我们是不是建筑学院的同学啊？我总是怕你，我叫许开阳。你是不是朱小北啊？你认错人了，我叫刘云。不好意思啊。你答应我，你不要突然失踪。那个人一定是朱小北，我不会干错的。那为什么不承认呢？还敢？再找不到一次。 陈孝正，全校公派去美国留学的名额只有两个，你别忘了。明明都是你那个名额是我让给你的，是我跟我爸求情你才得的。你看见这四周人山人海的学生吗？他们跟你我都一样，只要一天你就大学几年都是学建筑出身的，这个社会是很残酷的，没有关系和背景，你一样得在工地上熬。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 出国深造，放弃争位。二，你们花好月圆，名额作废。从每次我吻你，你都一定要睁着眼睛。因为我想，我们想跟你心里，以后好回忆。我不过是爱惜你的才华。你知道满天星的花语是什么吗？ 我是不是有点太小了？没有人知道，你一直爱着。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好像有点吧。就像是怀揣着赃物的窃贼一样。不过我没见过大。从来不敢把自己。你觉得还好？电话是直下。喂，同学，不好意思啊，你看你身上是不是有枚付款的商品呢？啊？我总共就买了三袋方便面，有什么东西没付款？软软，那就验明正身吧。凭什么？你们有证据吗？那一直有。你能给我证据啊？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们搜你啊？ 你在侮辱我人格！哎呦，还侮辱人格！我跟你说，你要怕侮辱人格，你别偷东西啊！谁偷你东西了？小心点！不找组织解决呢？非要用野蛮的行径去。 保卫处是形同虚设的吗？这里是大学，不是菜市场。你别的人给我人权的强奸，我要找律师向我道歉，我赔偿。你嚷嚷什么呀？这不正在调查解决吗？我会公正处理的。 他们当然要向你道歉。你已经要赔偿别人的损失。怎么了？你还想把事情闹大？你不要得理不饶人。怎么了？你还想把事情闹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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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你还想把事情闹大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说。我一直听小北是说了些什么，说这几年你们待他像四家人一样，都挺照顾他的。我代他谢谢你们了。
小北永远是我们的姐妹。大姐，我们想送送小北。别去了，他看见你们心里更难受。小北从小就爱面子，我们会想念他的。不好意思，求你一件事，看到那边那位女孩了吗？你们以后都要好好学习啊！我走了，云峰。我今天想向她求婚，可是我没钱买钻戒。她最喜欢海豚，能不能让她摸一下？算是不算好的，谢谢。像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却别有风雨。